王天金和超联与吴克群之前恋情打得火热，去年吴克群主动承认分手，让女方无力反击。不过我们的赌王女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先与傅公子霍启山传绯闻，分手周年刚满，又恰巧是吴克群37岁生日，女方就不出新对象，也算是将了男生一军。据香港媒体报道，何超莲的感情比电影还精彩，现在又传跟也是刚分手的香港艺人房丽生交往，两人在尼泊尔机场被拍同喝一瓶水，互动亲密，让恋情露了馅。房丽生还趁四周无人注意时，提前帮何超莲暗暗颈肩摸摸脖子，只见何超莲笑得灿烂，在朋友群中放闪，毫不介意别人的眼光，这下恋情应该是真的有谱了吧。